Hello， 咁就欢迎咁多位听众朋友翻到嚟今日嘅国际大棋局。咁喺进入节目之前咧，咁啊要订阅啦，支持下我哋嘅频道啦。咁啊，亦都咧吓就要支持啊其他嘅用粤语、广东话去做而家嘅新闻评论啦，去讲时事嘅一班嘅 YouTuber。咁啊，包括啊就系今日咧我隔篱嘅嘉宾啊就系大肥哥，因为而家咧 YouTube 咧。講一個咧，譬如你講一啲時事啦，你講不論係中國啦，不論係外國嘅美國嘅，其實你講咧好多時咧，佢而家嘅取態咧，佢唔係咁中意你啲人咧就太有腦啊，即係最好咧嚇、就係講一講啫。咁但係咧就唔會牽涉一啲啊好敏感或者佢覺得係有啲立場啦、攻擊性嘅內容。咁啊，所以而家咧即係持續去做嘅呢啲嘅節目嘅人咧，其實咧都係即係出於一份嘅真心啊。咁啊，亦都係啦，亦都懇請大家都支持我老師啦、啊台長啦、梁錦祥工作室啦。咁啊，亦都咧有好多咧係除咗時事之外咧，其他個人啲嘅節目咧，咁亦都係咧。喺嗰邊咧都會有一聽嘅，咁啊包括神秘之嘢啊嗰啲啦，咁另外台長咧喺呢個清酒神秘我都有講到，即係佢自己咧其實個人都係好攰啊，咁同埋咧係比較咧個身體咧而家咧就唔係咁好，咁所以咧大家咧都唔需要話過度咧去搶噶啦，咁啊呢段時間咧大家等一等先，咁老師佢覺得佢幾時個狀態係 OK 嘅，佢想再繼續去講嘅時候，佢自然會講啊，因為咧其實你佢嘅工作量好大啊，咁佢年紀都唔係話太年青啦，咁希望大家咧俾多啲時間啊台長去旅遊啦，去放鬆啦，去過一啲佢翻佢想過生活，佢翻咗嚟啊！但系翻咗嚟都好啦。其實有時咧，你人去到某一個年歲、某一個地步咧，其實可能佢覺得嗰、個叫做金錢同個工作唔係一個人最首要嘅目標啊。即係你唔同嘅人喺唔同階段有唔同諗法噶嘛。即係你隨時會變嘅。其實可能而家嘅台長，可能佢係之前佢冇間斷咁，佢係努力咗成年一日假冇休息過，其實佢都攰啊，頂唔順啊，佢要放假啊嘛，同埋佢嚟計，可能佢都會覺得冇靈感嘅，因為佢要做好多嘢，佢要去真係睇曬啲書啊嗰啲嘢。咁如果日日咁樣花咁多時間去專注做時事啊，或者做某啲節目嘅時候，佢冇曬自己嗰個去吸收知識嗰個時間㗎，所以我好明白㗎，我亦都識咗佢咁多年咧，我好清楚佢個人㗎，所以咧，即係我同咁多位聽眾講聲啦，咁唔需要話過度去吹嘅，又或者咁講，其實如果大家真係支持嘅話，莫論啊大肥哥好台長，你喜歡嘅主持人，佢其他節目你都要支持㗎，即係好似阿大肥哥咁，唔通佢唔講時事，佢講其他興趣嘢，跟住大係咯，大家都唔睇喎。喂，其實即係嗱，我唔知點解啊，好似大肥哥講呢個香港漫畫，講嗰啲嘢咧，甚至乎佢有時間中講下啲其他佢有興趣講嘅話題咧，其實嗰啲嘢仲精彩過佢講時事嘅。不過大家可能唔係好欣賞咯。阿大肥哥啊，嗱咁啊，今日咧其實我都同你講咗啦，我哋會講下即係國內嗰個情況啦咁樣。但係咧的而且確㗎，咁你喺度嘅話咧，聽眾都好想聽下你即係最新啦，對而家四十七人案發展，你有啲咩睇法啦？你介唔介意用一個短啲嘅時間同大家講一講你最新嘅睇法咧？嗱，四十七人案好簡單啦，總之喺基本法容許底下，咁啊，佢認為你顛覆啊，即係香港嘅政權，咁其實就係基本法底下容許嘅。咁歐樂軒其實佢講咗嘅嘢咧，傷害性係咪有咧？其實冇嘅。即係我不會為他平反的，因為你演就演了。控方證人，什麼叫做控方證人？即係你的角度就是在控方，你的證供就是一定是控方有用的，你才能夠做控方證人，否則不會讓你做這個位置。但是他由頭到尾只不過將整件事的原原本本講出來，沒有隱瞞，沒有加多減少，就是將件事還原翻究竟講過啲乜嘢啊？邊個引牽涉其中？咁當然啦，冇歐樂軒、戴耀廷都係走唔甩噶啦。呢個係必然嘅。不過有歐樂軒就戴耀廷咧，就簡單啲咁解啫。因為呢個世界就係咁。咁我哋成日都話：哎呀，梁天琦出嚟參選，佢係鬼嚟嘅，係嘛？你見到當日嘅梁仲恆，你見到佢嘅拍檔。啊！阿芬姐，那個叫咩芬啊？我都唔記得啦。咁啊，靚女。咁結果
呢兩個又係鬼嚟嘅，咁啊，蕭生最中意講啦，哎呀，呢兩個鬼嚟嘅，跟住黃台陽鬼嚟嘅，跟住邊個邊個，佢哋全部都係鬼。今時今日，歐樂軒做擺到明就係控方證人，你哋要體諒下佢，可能佢有苦衷咧。一個做緊鬼嘅人，跟住即係唔係人又唔係鬼嘅人，跟住。你哋就要我哋體諒佢。咁當日呢啲人衝曬出嚟，你哋就喺度話：哎呀，呢啲就係破壞運動，呢啲就係鬼。咁其實咧個邏輯我唔知點樣嚟。咁當然九十日我哋喺度等啦，即係等究竟到最後尾幾多個人係主謀落獲咧？咁我呢度睇到戴耀廷走唔甩㗎啦，好有可能即係話。我哋未必見到佢出翻嚟添，因為佢而家告佢嘅咧，係可以最高刑罰係終身監禁，其他嘅可能輕輕放過都唔頂。但係戴耀廷即係個身份上高，尤其你睇到歐樂軒嘅口供就係擺戴耀廷就係首惡，中國嘅就叫首惡啦咁。咁啊，大家即管俾啲時間睇下個法庭點處理咯。何況嚟到呢一度。即使今日佢判咗你，跟住戴耀廷我上訴，跟住打到終身不停，到佢真係放得你嘅得十年八載啦。以而家嘅排期，以而家嘅文化，其實就係咁嘅一回事。評論就冇乜好評論，我哋只不過日日都喺度睇緊，而更重要嘅就係由頭到尾建制派都唔想嘅就係國際社會。去關注呢件事，所以益咗班排隊黨$800，跟住你排到個醜，俾錢將本身係關心呢件事嘅職位，即係嗰啲咁嘅職位，慢慢咁就俾咗班由頭到尾，佢哋只不過想壓咗個職位，想辦法令到國際嘅記者或者香港有啲有心人想入去支持。戴耀廷或者支持47人案的其他人，他们都没有办法入到去。一个政权连一个正常的审讯他都不想你们知道的话，那你说现在香港究竟是什么社会？看这些看得很多，那究竟怎样的，我们就是照立肩码头，拭目以待。咁啊，大帥哥啊，其實咧47人案咧，上次大家聽到你肺炎啦，咁其實知道坦白講，你都係有呢、這個痛心啊，同埋你係有呢、這、一個即係叫做話傷感啊。咁啊，啲聽眾都話即係叫你咧就冇辦法啦，即係而家呢個時代唔好即係將有時有啲所謂嘅公義啊，心目中嗰個嘅界線睇得咁重咯。即係正如好似如果有朝一日。真係呢個粵語嘅評論開始真係受到封禁嘅時候，都冇辦法㗎。即係可能你話哦，大匪第日係哦賣蘿蔔糕啊，賣乜嘢㗎？跟住啊，傾下啦，大匪哥有啲健康食品，唉，咁咪算咯。即係冇辦法㗎，呢樣嘢唔係我同你大家可以螳臂擋車去阻止到嘅。咁係阿蕭文俊係咁嘅，我都話啦，如果有一日我唔講咧，就係、是、如果我唔做啦，咁誒。我好簡單，我揾翻份車揸，咁我一個茶餐廳人，你俾我揾萬零兩萬蚊，我係有盈餘嗰啲人嚟嘅，即係我唔係一個即係男人四大海咯，我成日都講嫖賭飲吹我都唔啱，即係嫖賭飲吹呢樣四樣都唔合，我係唯一一樣嘢就係、是、有啲興趣，即係睇套戲嘅啫，或者行書局，咁行書局睇書就唔值幾多錢，咁我就係呢個兩大嘅嗜好，冇第三大噶啦，咁唔講其實冇乜所謂，不過。我覺得即係希望快啲早啲翻出嚟啦，因為我本身做一日唔收聲，其實就係國安法臨立之前，咁我就已經考慮唔講噶啦，因為我自己都話啦，揾份 Uber 揸啊，或者即係揸份的士，我的士牌嘅，咁或者我做揾個田螺車，咁揸個田螺車，即係我哋啲不學無術啦，咁而家都揾$30，嗯。即係食得落瞓得著，放假就放假。咁但係阿快必當日被捕嘅時候，佢講嘅，但係你要我收聲，我要更大聲。咁佢拉咗落，
咁我之後我就喺個節目度講，我話咧一日唔收聲，啊正式開始，啊直到快必出翻嚟。因為我自己覺得呢個社會咧有啲啱同唔啱嘅好啦，都要有啲人講嚇，所以我又冇諗，哎呀移民啊或者走去邊。仲有一樣嘢啦，就好似呢輪啦，咁就多謝好多網友嘅支持啦，自己又出盡辦法去做啦，咁啊土耳其籌集物資啦、被啊、童裝啊各樣嘢啦，咁啊又幫咗一班香港啦，唔係全部，有多人有啲貨尾啊，即係而家冇乜嘢，即係香港好多衫啦，佢哋話敏感，香港加油，我唔知點敏感啦。係。咁呢啲衫，咁咧我就借住呢一次嘅土耳其咧，我就嘅籌款賑災咧，我就同三班人就買咗大量佢哋嘅衞衣。咁既然香港即係連賣嘅，跟住佢又話你搞搞震啊，你著住件衫啊，又唔知你點啊，香港兩個字都話唔得嘅。咁樣咁我就有一個合理嘅價錢咧，就買曬咁去曬土耳其。咁希望啦，2800多件裏邊嘅嘢，睇下有冇邊個可以遲啲啦，喺土耳其見到人哋啊，即係著住件香港加油嘅衫，或者乜乜時代乜乜啊各樣咁啊光復乜乜咁喺土耳其嗰度落地生根啦，即係能夠做嘅就係仲有呢少少咯。我其實呢幾日都有啲感慨，就係我有個網友，佢成日都同我講，佢話咧好多人咧出嚟做嘢，你唔好怪人。咁人哋咧俾100元，咁咧食咗99元，佢攞蚊出嚟咧，都叫做幫咗人，即係個行政費用咧，你唔可以咁樣講。咁我自己佢知道我好討厭呢啲事，即係我覺得我唔係等嗰份飯開，能夠做嘅出力，或者自己可以揞到少少錢，又加埋網友支持嘅話，係應該將呢啲嘅力量、呢啲嘅嘢係俾喺最有需要嘅人嗰度。但係佢話其實個個都係咁噶啦，啊，即係個個都眾籌，個個都話俾錢做啲咩事，好多都啊大部分落咗自己袋，我唔介意噶。其實我嗰日我個面口好難睇，佢又見到我個面口好難睇。我闹萧芳芳，我闹乐施会，咁我点解要做萧芳芳同埋乐施会咧？咁吓护苗基金有九成嘅都系喺啲干事嘅人工度，实际上啊无一利而成，可能有两三个即系小朋友你帮到忙，但系实际上整体嚟讲就肥咗呢班人。咁我话如果有一日，我都連呢啲我都呢陣火都冇咧，我應該係熄燈熄機噶。我唔知道點樣，即係有時咧見到個網友特登上嚟同我講，咁都熟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啲歪嘅道理，係咪要將佢變成咗真嘅咧？咁咯嚇，所以都難。大肥哥嚇。其實我好認同你嘅，同埋咧不知不覺咧，其實咧你會發覺係有種疲倦感啊！即係呢個情況咧，其實我唔止同你一個人傾過啊，金家人啦呢排成日上嚟幫手啦，好多謝即係呢位好朋友，因為我同金家人相識下，大肥哥引薦嘅，咁跟住仲有譬如阿啤李哥都同我講過，而家大家咧係有一個疲勞嘅感覺咯，咁即係我希望啦喺時代嘅洪流之下咧，咁堅守住嗰個真心啦，無論係即係去幫人又好，或者你話中間去發表一啲嘅睇法都好，咁第一樣嘢嘅的而且確嘅，其實而家成個局面咧係好不利於咧你喺香港澳門咧去做一啲評論同埋係帶動嗰個思潮嘅嘢嘅，即係你喺香港就係正如好簡單，你一去推廣一啲新式嘅嘢。只要嗰樣嘢嚇，你擺明做善事，但係只要啲人話你係有問題咧，即係好似嗰陣時，譬如大家爭議性好大，有個叫幣少爺嘅，係做嗰啲虛擬貨幣咩掘礦機，又話呃人又點？其實佢呃人係有呃人，但問題佢做善事，佢捐出嚟嘅錢係真金白銀噶嘛？佢真係即係去幫阿明哥，係幫明哥咯咁樣。咁大家唔可以係扭曲到就係你連嗰個人去做一啲事，佢真係幫人嘅時候，你都話佢一定有目的，就係佢為咗係
進行一個更加大的騙局，所以做善事。你其實個社會扭曲到咁樣咧，那個價值觀咧，其實係睇到都覺得心痛啊。但係冇辦法嘅，其實我都好清楚咧。而家喺香港喺澳門咧，大家受到嗰個精神上嘅壓迫咧，其實好大嘅。即係其中一樣嘢就係、是、呢、這個病毒時候啦，嗰啲無理嘅封控啦。咁啊，今日咧其實。大匪哥咧前菜一定要講四十七人案噶啦，咁但係其實今日嘅主軸咧就是、今日晏晝咁啊揾阿大匪哥啦，誒轉頭錄節目好唔好啊？跟住閒聊間啊，大匪哥話：喂，你有冇睇新聞啊？咁樣咩事咧？咁樣啊，犀利啦！原來咧就新華社有個報導，咁跟住咧就係話咧犀利啦呢樣嘢，佢話而家啊，喂，中國宣布啊，咁啊呢個咧防疫咧係正式係勝利啦，咁樣。喂，咁呢度其實入面係即係講緊係發生咩事咧？咁樣就係呢個中共啊，中央政治局嚇，咁樣咧就召開呢個中國防疫報告會議，跟住咧就聽取啊呢個唔同地方啦新冠疫情嘅防控啊工作匯報啊，跟住咧咁啊由於中央總書記喎，咁啊梗係最偉大嘅習近平主持啦，咁發表個重要講話，那個重要講話係咩啊？就係正式宣布中國防疫勝利。新冠死亡率是全球最低，大家又打赢了一场哇军烈的仗了。咁啊，大匪哥，咁啊，听到呢度，咁啊，你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嗱，因为咧，佢讲咧重大胜利咧，就已经系第三次了。我唔知点解，喂，你赢咗噶啦，赢完又赢，跟住再赢多次。咁我其实个逻辑我唔知系点样嘅，因为咧，事实上喺2020年咧六月份嘅时候。咁習近平咧就已經開咗個足協會，就話咗俾人哋聽，就係話我哋已經打贏咗新冠噶啦，係全球感染率最低。當日係擺咗慶功宴，唔單止係喺武漢啊或者其他城鎮。咁當然啦，當日嘅動態清零傳播率唔係好高嘅時候，佢宣布咗。跟住上年嘅三月，你又見到一件事，就係、是、上海保衛戰。跟住就李強高升啊，因為你打贏咗啦，咁咧又重大嘅勝利，咁啊變成咗我哋而家國務院總理啦嚇。咁、啊、今時今日又勝利，那個邏輯其實喺邊度咧？即係話我唔好理你嘅疫情係點樣，咁你勝利喺邊度咧？點解要慶祝嘅咧？其實我都覺得中國人，尤其習主席啊，同埋中國共產黨啲邏輯好奇怪，點為之奇怪咧？福島啊，即係當日嘅核輻射洩漏嘅時候，咁件事一路爆發，我好記得，亦都好感動。點解我好中意安倍晉三咧？佢當日喺個災民面前，佢跪喺度，喊住覺得佢自己做得唔好。咁你又睇到而家啦嚇，土耳其啱啱捐贈咗啲物資啦嚇，咁過去。土耳其，你見到埃爾多安，佢係走落群眾嗰度，同群眾講對唔住，跟住嚴查一啲即係話豆腐渣工程，拉131人，跟住追究涉事官員，然後佢懷著一個悲痛嘅心情，因為呢個係一個叫做咩啊國殇。但係你見到。當日嘅汶川大地震，我哋又勝利啦！跟住我熱烈慶祝，你老母嗰啲死鳩曬啲老豆老母嘅，死咗仔女嘅，你慶乜撚嘢祝啫？今時今日，你話你死得人最少嗱，真係唔係講粗口。我話習主席，你重大勝利，你勝利咗啲乜嘢？三年嘅經濟陷落，跟住大量嘅人因為疫情啦。我唔理系咪关你共产党办事不力，或者你嘅防疫政策先。而事实上真系有咁多人死亡，有咁多人家破人亡。从呢一点，你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你乜嘢叫做重大胜利啊？系咪啊？即系我哋香港咧，南丫海难死咗几十人。是啊，死了几十人，那天是国庆来的，那天我在澳门，不是，我在泰国看到这段新闻，饭都吃不下。到今时今日，你会不会，嗱，这件事呢就过去了，那么就赔偿了给家属了，这个是我们的重大胜利，那些人命呢？那些人命呢？什么
死咁多人，你話你最低嗱，我唔哋唔講你嘅數字係真定假先啦。我哋唔討論，就以你公佈出嚟嘅都死咗超過十萬人嘅，咁呢十萬人死亡係應該大家吸取呢個教訓，然後深切哀悼呢次疫情嘅影響，然後作出一啲補償或者一啲寬慰，或者有啲官員應該慰問佢哋，而唔係嗱我哋又贏啦，跟住我哋熱烈慶祝啊，全個中國喺度慶祝。呢個一係就人血饅頭，一個係乜嘢？一個當然啦，你話俾我聽，係揾唔到形容詞啊！屌你，真係好嬲！即係我今朝睇呢個電視新聞咧，我忍唔住啦啊！我諗住今晚我一人唔收聲咧，我自己就節目講嘅。即係你點樣可以咁樣做咧？係咪？你喜事咪喪事當喜事辦慣㗎啦，但係。你問啦，你有冇諗過，即係話喺呢一件咁嘅即係疫情裏邊，人民嘅痛苦究竟喺邊度？你哋好食好住啊，用最好嘅醫療、最好嘅物資，但係人民係由頭到尾，無論係疫苗嘅有效性、經濟上嘅損失，甚至人命嘅傷亡，中國共產黨，我當你。竭盡全力，真係為人民服務，做嘅全部都啱，但係慶祝喺邊度？勝利喺邊度？我今朝早咧，其實咧，我頭先好忙嘅啫咧，我轉做失僑文好多，有啲印度啦，又叫一班人咧，本身約咗佢哋，咁拖咗好多時間，點知佢哋一個帶兩個，兩個帶三個，頭先一大班人喺度斷過啦，喺度傾。咁啊，慢咗啲時間。咁事實上咧，今朝早我又去車房，但我今朝九點幾嘅時候睇到，我其實我唔知道個社會點解會係咁。即我成日都做節目都講，中國係從來都冇失敗嘅。譬如開會，哎呀，我哋今日開乜嘢會議，勝利結束。咁你開完個會就開完噶啦。點解又關勝利嘅事嘅咧？係咪？你見到做完手術，咁我哋話：哎呀，呢個手術好成功啊！咁啊，應該咧人咧嘅生命咧就好安全㗎啦，冇問題嘅。但係佢哋唔係咁樣講。呢場手術我哋又勝利啦！我哋成日都聽到勝利哦，扶貧攻堅戰，習近平可以令到整個中國係零。貧窮人口，因為貧窮攻堅戰已經打贏了，但在前日在《求是》雜誌那裡，習近平自己發文，他說要防止系統性大面積反貧。你扶貧攻堅戰你打贏了，那你現在又要防範大面積反貧，那個邏輯在哪裡呢？我其實好怕睇呢啲，即係咧啲官樣文章啊，因為冇辦法理解，尤其佢哋啲創造啲新嘅詞語啦，啊，即係早唔知咧，一個字一個字分開我就識嘅，好似動態清零，佢夾埋我其實就唔明啊，啊，點解叫動態清零咧？係嘛？個邏輯喺邊度咧？動態又點樣清零咧？嚇，咩叫閉環式管理咧？即係佢嗰啲字咧，已經創新到咧，啲詞語創新到咧，你查新華字典都冇辦法知道嘅，康熙字典更加唔明白添。咁你話啦，嗱，其實呢單嘢冇咩好講，因為呢個係中國共產黨喪事當喜事辦嘅，由頭到尾都係，而最重要嘅就係將過去三年防疫歸功於。習近平，還有他們開始改寫歷史，即是說動態清零三年，開始封控一些所謂的叫做帳戶，或者提出質疑的，他們陸陸續續地將你封禁，然後由中國共產黨將這三年發生的事，他們用他們的文宣
用他们这一种这样的口吻去将这三年中国人民的惨况在历史上不单止抹去了，而是改写。你就见到吴秋北巡视学校的时候，香港这位工联会主席啊，即系而家立法会议员，佢讲咗句说话咩？我而家咧，我哋香港咧嗰啲嘅历史，尤其西方历史咧，啊，希腊啊、罗马嗰啲咧，好多系神话嚟嘅，其实系作古仔。佢边有我哋中国嘅文化源远流长？其实咧，佢哋嗰啲系假嘅，即系话人哋嘅历史系假嘅，只有中国嘅历史先至系真嘅，而尤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那你就知道究竟有幾大禍。當全世界都承認西方，尤其羅馬、希臘，包括凱撒大帝曾經做過什麼啊，各樣東西流下來，他現在說你是假的，他真的是神話來的，只有中國的才是真的。咁我哋成日都聽到，喂，中國歷史上下五千年，信史都未夠三千年啦。唐虞夏商周，即係我哋中國啊編出嚟嘅唐虞，其實唐虞夏都係神話嚟嘅。去到商朝先真真正正有出土文物。咁我就問啦，呢啲就係信史。即是当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对自身的历史都不敢提，甚至想尽办法去改写它。当然了，现在我们永远都有一个流行的说话，就是历史就由当权者所写的。为什么唐朝盛世？因为唐太宗写。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今时今日的科技发达，你网络改写历史，你取得重大勝利，但是这个世界的互联网不是只是得中国的互联网，全世界都有。而写过去这三年中国发生什么事的，不是只是得百度，只是得微信，或者得你中国共产党，或者你习近平一言堂，是更多好像我们这些人，我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我们继续发声讲这三年里面共产党做了些什么事。我不够胆讲他不好啊，国安法，但是他做了些什么，听我们做节目的哪个不清清楚楚知道。那你说你改写历史有没有用，你告诉我你的封控有没有用，你的动态清零是不是直接破坏了整个中国的经济，习近平是不是真的打赢了这场仗。所以我今早就是看到真的火都起。文俊英你怎么看？坦白说一句，即是你说这个喜事当丧事办呢，应该讲错咗，倒翻转啦。丧事当喜事办咧，呢个国粹嚟噶。你发觉由以前啦、地震啦、任何嘅天灾人祸啊、冧楼啊，所有嘢其实第一就系、是，佢唔想追究个刑责啊，佢唔想追究个原因啊、成因啊嘛。佢因为你好多嘢，其实你从来以往中国系唔会有一个文化，就系、是、好似以前港英政府咁独立调查委员会啊嘛，调咩查啫？将所有嘢是偏为不幸啊，跟住另外你在不幸中发现一啲嘅小缺陷啊，一啲嘅小温暖啊，咁样咯、啊，即系你见到佢就算系嗰、那个最大问嗰啲小缺陷、小温暖都系假噶嘛，佢做出嚟俾你啊嘛。嗱，即系其实呢个问题咧系好严重啊！佢点解佢一直以嚟咧，你发觉佢花费咗好多嘅情况啦、啊，佢一出现一个问题，佢好快咧佢就冚熄佢嘅。譬如你讲到之前我哋有提及嘅。我哋做咗一個專輯咧，係揾咗好多資料啊！即係我哋國內嘅聽眾咧，係揾咗好多嘅實質嘅資料啦，跟住另外有啲片啦拍出嚟啦，講緊嗰個國內嗰個阿胡同學啊胡音宇啊嗰單案咁樣。咁你荒謬到失蹤咗咁耐，突然之間又話：，見到佢啊，喺棵樹度吊住咗啊！跟住個地方咁多日咁多人行過，
都見唔到嘅喎，條屍發臭，啲獵犬啊，所有聞唔到嘅喎，無端端咁樣，跟住去到而家最新就係、是、你發覺當陣時啊，喂阿胡同學啊，同啲咩人來往過啊，佢啲朋友屋企人嗰啲，全部卜一聲消息匿跡噶嘛，收曬聲嘅。即係嗱呢樣嘢咧，其實好可怕噶。你發覺每一次每一單嘢，不管係唐山嘅事，不管係你嗰啲所謂嘅冤案，譬如早排咁樣。咁廣州咁有人揸架車，好似玩碰車咁撞死好多人。去到最尾解決方法就係、去忘掉過去啊嘛，忘掉錯對啊嘛，係嘛？共度患難日子總有樂趣啊嘛，咪就咁樣搞掂佢咯。即係其實咧，你而家其實你講啊幾多次嘅勝利啊，點樣點樣，嗰啲係口號式嘅團結民心咯、啊。即係其實嗱，坦白講一句，去到下一樣下一次，好可能呢一種嘅呢種嘅態度啊，呢種嘅情況就係擺喺一啲台海戰爭啊，或者乜嘢咯，即係好簡單嘅咋。你要不停去製造一啲嘢，令人覺得你係達成咗目標啊，你又有一個功績啊咁樣。每一件都係自己砌出嚟噶嘛，即係去到有一日，阿大飛哥，當你覺得我晏晝咧食咗餐飯啦，這個都係有功績嘅時候咧，跟住你去同所有人宣揚，我今日晏晝咧我食咗餐飯，啊好叻喎，冇近親喎。吃曬個盒飯咁樣，咁如果你都覺得咁樣有功績嘅時候，你咪宣揚佢咯。咁其實你問咧，呢樣嘢已經係超出咗我哋由細到大，我哋對呢個社會同埋對好多即係事件嘅評論啊、錯對嘅觀點啊，超出咗我哋嗰個嘅認知嘅範疇啊。咁我亦都咁講啦，呢樣嘢一直都有，但係其實喺鄧小平嘅晚年啦，佢係明白到呢一啲嘅。呢一種嘅歪風係唔可以落去嘅，所以佢保持住，但係佢慢慢去開放噶嘛。其實成件事咁去到你阿温爺爺時代、胡温時代，你嗰陣時係曾幾何時，你係喺啲百度啊，喺啲乜嘢，甚至乎你見到啊嗰陣時對阿温家寶嘅一啲批評嗰啲，你見到係直情咦有嘅喎，啲人爆咗出嚟啊點樣？跟住突然之間全部煞停曬嘅，好似係突然之間咧件事係即係變咗，唔知點解咯，嗰種風氣係銷聲匿跡曬咯，跟住就建立咗而家呢樣嘢咯。咁而呢而家呢樣嘢咧係嗰個將你嘅意識形態啊越嚟係越抹得犀利噶嘛，係嘛大飛哥？即係變咗個情況唔止一言堂咁簡單，佢淨佢灌輸嗰樣嘢俾你，佢話俾你知贏咗噶啦。我知咗個歷史啊。是啊，即係贏咗。咁你話其實事實上，你話好似去到而家，佢係即係好多時咧，你見到咧不停去發掘人哋嘅一啲嘅問題，跟住嚟到去掩飾咗自己本來有嘅問題啊。即係你發覺有啲人啊，佢好中意係用角色嘅方式，可能係言語啦，可能係真係所謂講人壞話，或者係商業嘅攻擊啦。跟住佢不停就係揾緊下一個嘅受害者。但是他掩飾了自己當中的一些缺失的嘛，他不會做這個自我反省的嘛。所以其實在這個情況之下呢，也都是預示了的了。你說無論是香港、澳門，或者你那個，即是總之只要是，即是這個共產黨，他碰到的地方，基本上只會越來越封閉的。那你隨之而來的，其實你鉛製一個意識和思想呢，咁你當中有好多嘢，包括科技，包括你經濟，包括嗰一個交易嘅信任度，呢啲一定係會減少咯。所以其實大飛哥，好坦白講一句啊，其實我哋對你話香港又好，對華語界又好，影響力有幾多啊？中國講廣東話嘅人有幾多啊？根本個數量好少嘅啫嘛。咁你見到嘅講廣東話最多嘅咩？梗係廣州啊！廣州入面啲人。其實他哋都心知咩事啊！佢哋面對很多問題咧，咪就係採取一個哦，我今日見到啊，知道嘅情況，死人啊、冧樓啊乜嘢，接受啲無理封控嘅時候，多遭受嘅冤屈，算啦，冇諗呢啲嘢啦，咪大家睇下抖音直播啊，睇下啲女啊性感嘅扭啊扭去啊，睇下人帶貨咪算鳩數。其實呢一個風格好慘啊，而家係另類嘅躺平嚟嘅，大家都係處於嗰種冇講啦，算數啦咁嘅態度咯，大肥哥。其实呢种先至得人惊。即系当日啊，当日姜子牙咁啊，周朝啦、佛祖嘅时候咧，咁啊派咗好多探子去到
朝歌。咁呢個故仔其實好簡單啫，就探子回報。哇，係而家咧，成個朝歌就不停咁樣開始咧，就即係民不聊生啊。跟住好似咧，好多人咧就出嚟咧就上書話俾你聽，喂，你想唔好啊咁。跟住佢話呢個仗唔打得，個民心仲喺度。跟住過咗幾年之後，探子又回報，佢就話好多人。不停咁樣，而家鬧緊，不停咁鬧，就係話周王做得好差，提出好多好多對周王嘅不信任。跟住姜子牙話呢場仗唔打得。跟住第三次嘅探子回報翻到嚟話，佢話見到一班人喺朝歌嘅人民，個個咧好正常日常生活。啊！一啲都冇，跟住仲見到佢哋好似好開心咁，好平靜。佢都話唔打得。跟住第四次嘅探子回報翻嚟話俾佢聽，佢話朝歌嘅人民只要就王做任何嘢，跟住佢哋就會熱烈歡迎，重大勝利，跟住歌功頌德，連少少不滿嘅聲音都冇。姜子牙話：而家要出兵就係時候啦。而家中國共產黨究竟去到邊個位？而更重要嘅就係人去到呢個位置，你話你覺得係真係可以降到落嚟？整個武漢點解會有咁多人超過100,000嘅白髮運動走出嚟？當日三年幾之前死人最多嘅係佢哋嗰度，突然間開放，跟住連骨灰盒都買唔到，又係佢哋嗰度。跟住今日受到呢個所謂嘅叫做醫療改革，受害者又係佢哋嗰度，結果佢咪有100,000人企出嚟。重要嘅就係一個傳承。如果你習近平你唔打佢落嚟，就會越演越烈。而更重要嘅就係做咗個示範作用。中國人最叻係咩啊？認命係咁噶啦，個個都係咁。即係頭先你講嗰種氣氛，睇下抖音咪算數咯，睇姚女喺度扭下扭下帶貨直播。哎，多謝榜一，多謝大哥啊，多謝你嘅火箭，哇！喺宇宙巡航飛船乜嘢都好啦。當一片嘅沉寂嘅時候，下一波就係全民歌頌中國共產黨。咁之後咧，你？屋企死咗人，你今時今日，譬如好似你講嘅啊胡鑫宇咁呢件案，你話佢老豆老母佢識嘅人揾都揾唔到，但係代唔代表到佢冇死到個仔啊？冇。咁如果有一日有少少嘅缺口出咗嚟，呢班人佢哋會點做？其實每一個都需要一個爆發點，但係當你任何嘅嘢都諗住用到你嘅公權力壓到落嚟嘅話，咁樣只會迎嚟更加大嘅反彈。譬如好似香港一樣，當你日日都講緊國家安全，讀書要安全，投地就要安全，連做生意都安全，請人就又係要安全嘅狀況底下，甚至連再培訓都話根據國家安全，即係而家香港。咁你啲人哇，咁我要開飯，我哋要揾食，我哋要投地。但係你睇到香港嘅地產股一日跌咗9%，跟住你就見到大量人嘅離開。但係離開其實就即係等於默不作聲，即係去到呢個階段，即係好似而家香港咁樣，唉。仲邊度有人睇到嗰90個即係所謂嘅立法會議員？有邊個記得個名啊？我啊淨係見到靚女江玉歡嘅啫啊！除咗佢之外，其實吳秋北都係吳國義立法眼。我諗住上屆你有，今屆都係啦咁。好多人沉寂，但係中咗落嚟嘅嘢，大家都知道發生緊咩事，亦都知道個社會係向下走緊咁。到下一波係會點？200,000嘅人民解放軍對於14億人，其實係咩都唔係，因為你200,000嘅人民解放軍裏邊牽涉嘅，好有可能係
5000万嘅人民嘅家庭，只要你做大肥哥啊，吓、啊，我想补充一样嘢，其实好简单，大家睇到啦，香港人系开放之后咧去外游啊，尤其是系净系去日本咧，即系都使咗成50亿啊，港纸。你倒翻转，喂，点解呢50亿系唔系佢去咗咩吓？长沙啊，唔系去咗上海，唔系咩去旅行啊？咁咁耐封控啊，冇见过屋企人啊，冇去过中国感受你嗰啲名山水名画啊，系咪山水名村啊？点解唔系促进咗个旅游业系翻中国嘅？你五十亿应该最少啊三分二啦，中国啦，系咪？即系咁开心嘅嘛？嗱，你见到咧嗰个恐怖之处咧，例如佢嗰五十亿，佢去日本花费咗，咦？点解唔系香港花费嘅？点解大家系咁有钱？即系我今朝咧，其实我打电话俾以前咧，我同我一位嘅 uncle 啊开会啊，倾啲嘢完全唔关即系网台事嘅，因为即系佢系做其他生意嘅。咁咪不知不觉咧，其实个会议入边咧，佢讲咗一句系，即系令我系有好有感觉。佢话啊，都好啊，其实啲人好多钱啊，不过而家。唔知点使啊嘛，跟住唔知点使嘅背后潜台词咪，所以咪过新加坡使咯，所以咪系向外发展走咗去咯，即系你见到嗰种咧，以前北韩嘅脱北者啊，而家变咗，其实嗰班系润啊嘛，润咗啊，温咗啊，润军啊嘛，就系、是、中国嗰班润咗出去嘅人啊，其实润咗出去呢一站咧，佢嘅离开咧系带住金钱、技术同埋最要命咩？佢带住网路走啊！他们每一个后面揸的网络呢，其实那样东西是你很难去取缔到的。即正如我们做澳门节目，我们讲了，其实你澳门来计，我即是我们啊，你当我跪求政府也好，请求的政府好，你要想一下嘛，你对于90后、00后，他们没有六七十后当时的红利，没有当时赌业起飞，他们沾不到最多份工多少钱，去到现在的 薪酬，他们即是那些主持很勤力啊，出去问那些赌场酒店那些，是倒退回四年前的水平都没有。那的时候，其实那班后生仔，你还叫他现在用那么多的钱啊，跟着去买些新的公屋啊，什么夹屋啊，夹心屋啊，跟着另外叫你去还琴啦，整个叫澳门新街坊的项目。其实那些东西是不是澳门的人，澳门的年轻人他们需要的呢？正如现在其实你做很多东西都是他执给你吃的，是不是你人想吃的先？嗱，这样东西其实我是很深刻的，因为为什么呢？譬如我跟那些可能是他过了欧洲或者他去了新加坡的 uncle 再讲几句，不如支持一下我啊，有什么东西投过来 香港或者澳门啊，怎样的。他们都很直接的，他一听你旧东西原来 LOK 在这两个地方的，不迟些谈吧，你写份计划书来看一下吧。我太熟悉他们了，他们如果真的你说那样东西他觉得可以的，他使什么东西跟你摆门啊，直接啊 OK 啊，俊仔你怎样啊，跟着你过来跟我谈啊，督个鼻啊。他们要的就是这样而已，他一听到你的地方他都不开胃，这件事是很明确的。包括你说那些即是走得切的赌厅赌场的一些大哥，他们人又走了，钱又走了，走得甩那些，为什么他 不去想其他事呢？又或者他不做到在香港炒楼，为什么他不想呢？为什么我们的嘉宾上来说现在的地产中原施永青施老板同你讲到未来点好点好，中原重锤出击，原来佢背后佢就系甩得最多货嗰个人，咪点走啊？即系嗱，有好多嘢咧，我唔记得大肥哥细个读书，我唔知道香港同澳门咧有冇啲嘢共通啊？我好记得细个有篇文咧叫《卖金者言》，就系咧入面就讲出咧成篇文章啊，细个读嘅其中一课书，那个精髓就系金玉其外。败水其中，其实咧呢篇嘢应该系张五常写嘅一本书嚟嘅，卖吓系啊。其实经济一个经济学嘅专家啦，而家为咗啊即系规避美国嘅制即系嘅法例，咁佢走咗翻深圳嘅，就唔离开中国，费事引导翻去。咁其实我有睇过呢本书，咁
呢、這個大家真係要明白中國究竟係咩嚟。我哋歸翻我哋嗰個主題啦，就係、是、究竟中國有乜嘢值得慶祝？有嘅嗱，第一你嗰個疫情佢話勝利啦，第二即係今日咧都要。即係講一樣嘢，其實呢個係社會上嘅常態啊。其實呢樣嘢咧，正正就係即係同即係早排啦，大家都有聽到啦，中國嗰個出生率係跌破咗嘅，即係佢係逆增長啊，即係負數啦、赤字啦。跟住另外，大家好記得喺呢個封控嘅時期咧，上海有個後生仔啊，佢同大伯講嘢啊嘛，個大伯鬧佢啊嘛，話佢唔配合封控啊。呢度就一代。是啊，唔配合国家政策嘛，跟住话你点样去教导你嘅下一代啊？你点样去同你嘅仔女嚟到去灌输知识啊？佢同个大伯讲嗰句嘢啊，影响就系我谂啊。嗰个唔系大伯，佢嗰个系南京大学个校长。我哋就系最后一代。系啊，嗱，其实咧，大家早排即系都。可能知道一下的，其實大陸呢，即我最近呢，我是這樣的，因為台長之前都講過，大棋局呢星期日呢應該是做一些過癮的事情，不要那麼 heavy 啦，所以呢我今個星期日呢我就會跟我們國內的嘉賓啦，就是講一講個國內的即相親出來呢，那些所謂分界公司的文化啦，你見到大陸呢其中一樣現在呢很多人去做，也都是很多不停去出嚟嘅公司咧，就係嗰啲所謂嘅媒人啊、介紹人公司啊，每個星期都整無數嘅活動啦、啊、燒嘢食啊、唱 K 啊、乜嘢嗰啲。咁背後咧，其實點解係要咁樣呢？因為啲人咧，而家大陸咧，就算佢適婚年齡，講緊你大陸以前早結婚嘅，啲人通常25歲之前結咗婚嘅，而家係有好多25歲之前咧，25歲、26、27歲咧，甚至乎去到30歲啊、40歲咧，都唔結噶。咁當中你話啊，因為有啲可能佢屋企有錢啦、富二代啦，佢未玩夠啊，但係事實上更加多嘅，佢冇錢佢俾唔起啊嘛。咁而嗰個情況就係、是、你見到，例如上海嘅家境好少少嘅，爸爸係即係叫做話係國企，媽咪做國企啊，爸爸係一個商人啦咁樣，跟住屋企喂有啲生意啊嘛，咁去到呢個浙江提親。人哋同你讲开价礼金888万，再加两套房，一套系上海嘅，你要过户俾我，一套喺我哋呢度买。喂，你去到嗰种咧，而家咧大陆咧呢个扭曲咧，其实正因为以前嗰个重男轻女，有太多人咧屋企如果譬如生咗两个女婴，好心啲嘅就交俾啲亲戚过户俾人养啦，唔好心嘅。就即係自己嚇用一啲好殘忍嘅方法奪去咗個嬰兒嘅性命，跟住又再生一個咯，導致嗰個男女失衡咧。其實而家咧係誇張到咧，即係大家可以睇到咧。嗱，我哋有張圖嘅，就係、是、一個40几岁有兩個小朋友，佢唔係二分噶啦，佢三分噶啦，三分即係簡單啲講，佢係結過係兩次婚啦，婚姻失敗啦，而家單身啦。佢揾呢個三分嘅對象咧，佢要求男方年入1000万，跟住咧仲要咧係有車有樓。喂，去到你發覺好扭曲嘅喎，一個即係48岁嘅女士，佢開啲咁嘅條件嘅，難聽啲講，我哋以前細個出嚟行過一族啲嚇，你個重要部位雙金啊！嗱呢樣嘢咧，其實咧係好誇張啊！咁而我自己咧，我翻大陸啊，大肥哥都知啦。我要醫好我條脊骨先，同埋我行路咧嗰條腿骨啊，咁跟住咧，我就算我醫都好，人喺大陸放鬆去玩啊嘛，我成日出去飲酒啊，出去玩啊嘛，咁我都去過嗰啲咧，係我哋國內聽眾咧，佢哋做嗰啲嘅所謂分界公司啊，我過去即係過去串場啦，參加活動，佢哋話食餐飯啦，我都俾面過去嘅。咁我過去其實我睇到咧，而家大陸咧有好多嘅女士咧。佢哋咧係婚失敗到，可能佢35岁、36岁或者30零岁，佢帶住個仔帶個女嘅，咁佢好多咧都係覺得係二婚好正常，甚至乎咧，其實大陸就同香港、澳門好唔同嘅。佢話俾你知佢係單身咧，就唔代表佢冇小朋友嘅，而有好多咧有小朋友嘅時候咧，又唔知點解咧佢以前冇同人結到婚嘅。咁而嗰個情況咧係好多嘅，更甚者咧，你見到咧好多咧，可能佢打份工咧，佢4000、5000蚊嘅，但係佢對嗰個
南方的要求，尤其是他聽到你是香港人、澳門人，他以為你個個人匿埋眼都起碼有一二千萬身家，這樣來跟你說話的。因為現在大陸呢那個抖音啊、小紅書那些平台呢，它有個很嚴重錯的價值觀的。這個情況呢，我在我即是澳門那個節目呢，我會分享一下。小紅書告訴你，澳門人只是政府派錢，佢即係佢有啲錯誤嘅信息打出嚟㗎，佢以為你淨係政府派一年都派一百幾廿萬嘅，跟住另外澳門人咧，求其冇學歷冇所有嘢，你入去賭場掹車邊做任何嘅職位咧，做最低級嘅都四五萬蚊一個月，佢哋係咁樣諗噶。咁而個情況就係我哋個主持，澳門主持，佢係做啲賭場酒店入面嘅，唔算高嘅管理層啦，最初級嗰啲啦，所謂嘅副經理啊嗰類啦。他一个月他都是两万元都没有。这个是实情的嘛。即大肥哥，而其实现在呢那个大陆的彩金文化和那个叫做说呢、那个男女失衡呢，导致到呢这些的分界公司呢，你见到他入面的东西就是的了。他的女方那些全部写介绍自己做什么做什么。女方的收入很低的。一个月三千又有，四千又有，五千又有。甚至乎大学生出来呢，他都是做份工呢，佢都係五千零蚊啊，咁樣都有嘅。但係佢對個男嘅條件咧就好苛刻嘅。你點睇啊，大肥哥？嗱，第一咧，我有某部分人即認同，有某部分嘢我唔認同啦。第一咧，其實咧個社會風氣咧就是、互相攀比，就抖音同埋小紅書或者呢一類嘅社交軟件啦，就近呢幾年咧就煲得過火咗。咁咧，其實係嘅。咁因為咧，個個人都係揸住個手機做人。咁咧，人際嘅關係咧係差嘅。但係你話係咪而家係咁？其實唔係。即係如果你問我哋，我哋中港司機冚家產，幾多人翻去裝 B， 即係叫扮大款，即係佢哋叫扮大款，個個都以為香港人有錢嘅，跟住咧千方百計識你個香港人，跟住嫁咗落嚟，跟住你住公屋，跟住。兩者皆失望的時候，他生了一個兒子，跟著他離婚，只不過進化了而已。即我們很明白的，這個第一。第二，這個不關男女失衡事，因為事實上呢，男多過女，即是大陸呢，那個失衡是三千萬人左右的、那個、距離。那女人，即這個世界永遠都是的，有供求啫嘛，其實你當佢買賣都得。咁你話扭曲咩？有人俾到錢咪得咯，而冇俾唔到呢個錢咪唔嫁咯，係咪啊？或者唔選擇有老公都得，但係咧，亦都因為咁樣，你好似話，哎呀，呢個係咩社會？其實同讀書有關係嘅。如果你讀得多書嘅時候，佢哋要求自己嘅生活，佢自己嘅自身嘅條件。他们可能未需要那么多的彩礼，但是你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令到全中国人脱贫，连农村耕田的地都没有，因为棚改已经将一大堆人呢，就是他们三代人的生计斩断了，就是说我收了你间屋，我收了你的地，然后赔了少少钱，你就在县城那里找间屋住，但是你的生计呢，即是那个爸爸妈妈的生计在哪里，那造成了年轻人的压力。那我怎样啊？哇，我又要养老豆老母，那如果又要跟你生，那我当然要拿钱啦，即是老豆老母都会这样想，我的下半世我嫁了个女给你，那我们的保障在哪里啊？不是真的有退休金啊，是不是？即使说有社保给得多少年，那我生了个女，男人又多个女人，这样我摊大手板，再加上就是抖音，明明是两三万的，跟着变三万，跟着有房有车，跟着大量的网红，明明啊没钱的，早不知去海南岛租架豪车，你说大牛林宝坚尼又有，细牛的林宝坚尼又有，跟着啊富迪蓝是吗？呢啲咁嘅過千萬嘅車，又租一架翻嚟影張相，實際冇揸。跟住塑造到就係中國就係咁。跟住去旅遊，一啲所謂嘅旅遊景點，就十個八個人租一間酒店房，夾埋食一個
下午茶餐，即係啲酒店嘅下午茶餐，跟住你行埋影一張相，跟住你就話你去到，實際上佢係窮撚到撲街。跟住下一個咧，即係唔輸人不輸陣，我要面啊！其實全部都係面子工程嚟嘅。我點解收低咁嘅錢啊？我又靚啦，你睇下嗱，我平時我都出入呢啲地方噶，但係事實上咧。这个不单止是扭曲，已经是一个文化。那你说了出来读书，我们年纪大了，就是不像文俊英你那么后生。我告诉你，我九十年代二千年头回家，不是回大陆做事的时候，十八九岁就已经定了婚，你要在湖南湖北定了婚，你才出来深圳啊，或者廣東做嘢，廿五歲唔結婚，嗰、那個女人就有壓力，就話俾你聽係涉租啦噶啦。女人一到廿五歲就開始降價噶啦，大陸呢笪地方。但係一路一路嚟，當女人開始揾到錢，佢揾唔到咩錢，但佢叫做揀得掂。今時今日，老豆老母，喂，我買我俾個女你喎。咁你要搞掂我嘅下半世，其实都系睇到中国嘅所谓嘅退休保障同埋医疗保障系接近零啊！咁我点样可以能够安稳咁过下半世啊？俾多啲钱我咯，我个女嫁你，嫁一次唔得，嫁两次，嫁两次唔得，嫁三次，梗有一个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啦，观音借富。你好尋日開庫咁，你咪真係試下借咯。今年借唔到，咪出年借咯。梗有一年你借到嘅，同買六合彩冇分別噶。其實就係咁一回事啫嘛。咁你話，亦都因為咁樣，男家好多要面啊。尤其有啲譬如個老豆係做醫生嘅，或者有啲係做公務員嘅。幾十歲咯，做到四十零，撈到個科長做下，有多少油水齋身？咁個仔大學畢業，風風光光，娶個老婆出嚟，最重要嘅呢種咁嘅攀比文化，唔係今日有噶。福建、廈門呢啲地方，你知唔知啊？我講緊係七八年前係點樣啊？大家鬥遲結婚，知點解鬥遲結婚？俾人情，我今日俾一百蚊你，做人情俾你。佢哋嘅風俗就係下一次你結婚，你封翻封人情俾我，就係兩百蚊。跟住我收咗你兩百蚊，你未結婚嘅話，到你結婚嘅時候，我就要回翻四百蚊俾你。結果令到好多男男女女，我索性。越遲結婚越好，因為我越遲結婚，我將來收的禮會越來越大，越來越多。我在福建那陣時候，我真的見過曬。仲有廣東人好少少，其實你所謂的天價彩禮不會在廣東人身上發生，係唔會有。點解？唔係有錢冇錢啊！廣東人好簡單。跟香港人冇分別噶，好似過年過節你派利是係一個意頭嚟嘅，我都派利是噶，係人都俾嘅。茶餐廳我都一定有一大沓二十蚊嘅利是，自己人就俾一百啦。咁其實我封啲利是封咗二十年，係開心錢，見親面俾二十俾二十。你睇下廣州人封利是封幾錢？十蚊，有啲五蚊。見人都俾，其實呢個就係所謂嘅叫做開開心心嘅日子。但係你睇下北方，俾利是，俾老人家俾幾多，老豆老母俾幾多，阿嫲俾幾多，個細佬俾幾多，嗰啲真係個利是封係唔夠裝啊！即係呢個就係兩地嘅文化。但係做網紅嘅，即係普通話霸權，就係由。呢一種嘅抖音，呢啲咁嘅風氣，其實就係由東北、山東、河南、河北一路吹落嚟我哋南方，但係南方係少嘅。到今日啦，即係講翻啦，即係政府啦，又落呢啲紅頭命令啊，限彩禮啊，即係話聘金啦嚇，聘禮六萬蚊，擺酒只可以擺十圍，其實呢啲咪財富放屁咧？
你俾唔到我咪唔嫁咯。你话搵两个出嚟嫁，即系嗰两个头先你讲啦，话有两个女仔话出嚟肯嫁喎。咁其实由头到尾，你唔立呢条法，佢都嫁噶啦。喂，大四哥啊，法冇关系噶。而家咧揭发咗啊，其实佢搵一班女仔出嚟，话我哋唔要车，唔要火，唔要聘礼，嗰班系群演嚟噶，群众演员啊，甚至乎俾人揭发咗咧，佢哋嗰个即系出演费啊，一日咧系几钱咧？$80，咁啊有一大群咧，可能系30岁咗啦，20多岁啦，咁睇落去个样唔系太后生嘅，跟住话俾你知啊，我哋有经济能力，我哋自己啊有房有车。我哋咧唔系要物质嘅，我哋要真爱咁样，跟住上晒电视台啊，喺当地啊嗰啲有嗰啲嘅所谓嘅群众活动咁样。其实你见到呢啲全部系国家安排嘅洗脑工程嚟噶嘛？跟住更甚者，你以前咧你咪行过啲地方咧，咪会有嗰啲咩讲紧啊咩文明建设系乜嘢基础嗰啲，即系佢有嗰啲口号啊嘛。而家你知唔知佢啲口号系离谱到点啊？婚姻基础是就是真爱啊！因为点解要咁样讲咧？而家其实系拼起咗一个咧，好恐怖啊！呢样嘢嗱，其实我觉得系大镬嘅。你讲紧咧，你譬如大陆嗰啲，即系啲嗰啲Apps 啊，咁其实嗰啲除咗睇片之外，佢有交流噶嘛，即系你大家可以好似 Facebook 咁可以对话识人嘅，可以交到朋友啊，喺唔同嘅呢啲 APP 度，而家都兴起咗一个咧。叫拼婚文化，拼婚就是喂大家一齐咧，即系领证啦，乜嘢啦，跟住当交差啦，两公婆可以系见面啊，唔超过两次啊结婚嘅，跟住婚后亦都唔系住埋一齐啊，什么一个喺南京做嘢，一个喺深圳做嘢，其实你讲到已经以前就系啦，喂，点解你会结婚啊？我想要个家人咯，我中意佢咯，佢又我哋大家想系生命入面有你有我咯。叫大家去可能有小朋友啦，总之所有嘢结婚就系基于爱，莫论嗰系爱情嘅爱，定系家庭嘅爱，定系边种爱都好。而家嗰种恐怖之处咧，大陆甚至乎出现嗰啲婚嫁公司咧，佢有啲聘婚活动啊，大家睇相觉得 OK， 约个时间出嚟再见一次，再 OK 又去领证。嗱呢样嘢系好恐怖噶。因为你根本成件事是有违人类的那个逻辑的。有些大陆人呢就在啲论坛度讲返啦。好似以前呢，即係以前个年代啦，喂，例如好简单。我最近呢我睇咗一本呢集中分转啦，就係记录晒佢生平。咁即係大家唔好笑我啦，喂，呢咁嘅书好睇，冇嘢做㗎嘛。咁咪睇囉，去大陆有咩好睇呀，係咪先。咁我睇集仲分转，跟住同你讲，喂，原来佢同阿齐心，佢哋叫阿齐心妈妈啊，个认识就系我当时打仗啊嘛，咁啊集仲分喺呢个革命烈士啊，为人民服务啊，点样啊，跟住后屘啦，佢写封信俾阿齐心咁样，跟住同佢讲，我哋系时候决定我哋终身大事啊，跟住齐心话，哦好啊，咁啊嫁咯，咁两个人有冇一个即系所谓大家私下嘅感情咩嗰啲，佢写出嚟佢就冇讲呢啲嘢。佢淨係話講到係大家咧嚇呢個革命咧，連結婚都係呢個人生大事都係革命嘅一部分啦。咁啊，跟住可以孕育出呢個更加強大嘅領袖，咁即係唔使講啦。邊個係咪？因為見到嗰個風氣咧係好可怕嘅，大肥哥。唔係嘅，即係咁講啦。佢哋嗰個年代係咁嘅，即係話，即係好似延安咁啦，睇啱咪行咯，係咪？咩叫共妻啊？其实他们共产党人在那个年代是很随便的，如果不是不会有爱人同志的嘛。同志是什么来着？就是毛泽东有了老婆，这样那江青是什么？同志啊，他不能够叫做二奶的嘛，不能够说他是小三，那你何志珍还在的，那你怎么办呢？那你怎么办？那个就是同志咯，跟住个个咪同自己同你讲，哎，我个爱人啊，我个同志咯。而更重要嘅系因为户口制，你哋结婚嗰阵时咧系要经过党同意嘅，即系以前啦，文革之前都系嘅。咁我爸阿妈就系咁样嚟嘅，点解咧？就系个党，即系媒人有个咁嘅人，你嫁佢，咁呢个咧系我哋嘅党。即是等于上山下乡的支撑，
咁你啲女仔又好，啲男仔啦，咁樣喺城市冇嘢做，咁你落到誒鄉下，咁咧就由黨即係想你落户喺呢度，咁咪介紹個女仔俾你，跟住咧你就娶咗呢個女仔，跟住你咪留低咗喺嗰笪地方做開發咯。其實呢個係一個文化嚟嘅，咁當然啦，盲婚啞嫁都唔係今時今日噶。咁但係你亦都調翻轉啦，即係我討論下呢個問題啦。其實早十年八年咧，中國係好興嘅，就係老豆老母咧就攞咗自己啲仔女咧啊幾大年紀啊，讀咩書啊，有咩職業，揾幾多錢咧，佢哋就喺啲公園嗰度咧就擺攤喺度招親。你應該都聽過，好似深圳公園就有嘅，羅湖都有嘅。大肥哥啊，廣州都有噶。廣州咧，一德路行到尾咧，麥當勞嗰個公園咧，而家就有啲咁嘅嘢噶啦。係啊，我行過嘅，跟住有啲大媽過嚟問你噶，你結婚未噶？你嚟揾對象咁樣。咁咪係咯。咁即係話天價彩禮喺邊度嚟咧？做老豆老母嗱，尤其呢堆人，尤其廣東係先富起嚟嘅，先富起嚟呢啲人，佢哋根本上屋企有啲錢，咁佢哋點解會招親？就是因為啲仔女嘅事業，即係好簡單啦。讀完研究生都廿七歲啦，即係做完博士出嚟都廿七歲啦，做幾年嘢都三十幾啦，係咪啊？一定係遲婚嘅，永遠個社會進步就會遲婚嚇。咁個問題就喺呢度啦。尤其女人當佢有能力嘅時候，我哋香港都係啦。你揀個女人，個女人揀你嘅啫。喂！我唔使你養我，但你唔好問我攞啊嘛，係嘛？冇幾個，冇幾多個卓業嗰個 JW 即定 WW 咩啊？嗰個姓黃嗰、那個我哋嘅歌手，喂你破產人士我都跟你噶嘛，係嘛？真愛真係。咁、那個問題就喺呢度，只不過話抖音上高小紅書大量嘅天價彩禮，即係我幾即好似個個都有房有車，但事實上中國。六億人的收入不夠一千元的時候，哪有得給你呢？但是文化這種賢富，即是之前很興的啦，說我呢就去 LV 影張相，我買了什麼，實際呢就租個袋回來，跟著呢所有的女仔就一人排大隊去影一張相，今天我就吃什麼下午茶，我今天呢誰就駕什麼車，好多人入咗腦，而最大問題就係中國共產黨都入咗腦啊嘛！所謂嘅天價彩禮，咁唔俾你咪唔嫁，唔嫁咪唔嫁咯，唔嫁咪各自有各自，嚇有各自有各自咯。其實件事就係咁，但係中國共產黨佢好認真對呢件事，其實就係供求問題。咁你冇佢唔嫁，佢咪一定揾到個有錢嘅？找不到个有钱的女人怎样？问题就是这样嘛。但是你就要用行政手段，我限住你几多，限住你摆几多围，摆多围几多围走，不如你限几多钱啊，是吧？其实封建随意，即是我以前啊，九几年回大陆饮，一般来讲酒席三百几蚊，好豪的啦。现在在广州或者在深圳擺酒，咪同香港冇分別。但係你話收到幾多少人情啊？你話，如果你而家今時今日喺鄉村啊，有啲窮啲嘅100元啊人情啊，跟住一家大細嚟飲都有啦。其實呢個係一個偽命題嚟嘅。你都話啦，喂，周街都招親公園，就係啲老豆老母喂揾到個咁上下同自己個女匹配或者自己個仔匹配嘅女仔，咁樣強強聯手就結婚啦。不要再拖了，即是说家长的心理这个才是真的。但是当在网络上铺天盖地在炎覆，即是我们几有钱，我们几有钱几有钱，跟着这种是民粹主义，跟着就反映在小粉红身上，你看看我们中国几强大，实际上呢他连饭都没得开，但是他就觉得网抖音写的东西讲的东西是真的，是吧？只不过我不是而已，那我都要扮我都是，跟住就将呢件事一路一路咁样燃烧落去。
其實咧，即係我分享一下，其實咧係扭曲噶，因為點解咧？你心諗分界公司組織啲活動，譬如你講嗰啲咩燒烤啊，你嗰啲即係叫做話嗰啲活動啦、啊，咩嚇、啊，無論係食嘢唱 K， 因為正常應該係淨係一啲適婚對象嘅人嚟先。喂，其實唔係噶，即係例如我見到有個女仔，佢37歲。咁即係算係同我差唔多年齡層啦。咁跟住呢好奇怪喎，佢嚟跟住佢又帶埋佢媽咪嚟嘅。我心諗即係開頭我唔知呀，跟住呢我點解帶埋媽咪嚟，我問佢你媽咪又搵對象咩咁樣。佢話唔係咁，我有老公咁樣。咁嚟做乜嘢呀，我睇下啲男仔得唔得嘛。咁跟住唔緊要。跟住呢佢譬如大家傾偈呀嗰啲呢，佢講到呢所有嘢呢，那些家長呢他一起來的那個他媽咪雙眼發光在聽的。跟住之後呢那個女仔去到那些活動員，那個女仔走過來，即是叫做那些即是都是大陸的電視劇那些，你有沒有些對象你看啱了，你可以給了心意他，他告訴他知 你覺得他 OK。 那個女仔全程跟我講不超過55句話，他媽咪跟我講了起碼100句話，跟住他走過來我那裡，我媽咪話你好好啊，佢好中意你啊，佢話覺得年輕有為咁樣。咁啊當然啦，咁我梗係唔會同佢哋講下我係做咩工作噶啦。咁我都即係嚇求求其其啦，用啲嘢敷衍下啦，咁啊覺得我年輕有為咁啊。咁跟住喂去到成件事，跟住我問嗰個女仔，我捉走佢埋一邊嗱，個女仔咧個樣係吸引我嘅，因為事實上咧佢嘅化妝打扮咧，佢睇落去似一個30歲嘅女仔啫。但是他身份證原來已經37歲了，已經是足足細一橛的。跟住我問他，我拖在一邊問他嘢，他媽咪在後面離遠就跟住。跟住我就問他，我話啊叫小善啊女仔，聽個名字都知個人啦係咪？啊小善啊，其實你拍過幾多次拖咁啊？廣州人嚟嘅，佢答我2次，一次是大學嗰陣時同個男朋友拍了2年。第二次咧，系唔知咧，话拍完拖之后几时，跟住又拍咗一次半年。咁啊，小善37歲，佢单身咗几多年咧？佢单身咗10年。佢最尾拍嗰次拖系26歲嘅时候。呢10年嚟，跟住咧，佢一直咧就话咧处于一个封闭嘅状态，成日又惊俾人呃啦，又惊碰到渣男啦，跟住睇到又话要啲男方有条件啦，有楼有车啊咩嗰啲嘢。咁而家啲分界公司好醒嘅，即系佢要资金证明噶嘛。咁即系好似好简单，我做咗生意嘅分 proof 随时都有噶啦。咁跟住我你话要嘅俾你睇一睇咯，咁样求其影两个银行啦，咁已经够噶啦。跟住咧一路就系处于呢个咧10年嚟就系咁衰嘅，跟住咧。完全個感覺咧，你覺得嗰個女仔咧係乜柒嘢都唔識嘅，跟住傾到兩句咧，佢老母就過嚟同我傾啊！喂，你經濟條件幾好嘅喎？喺廣州接對你都冇壓力啊，乜嘢啊？喂，我見到咧你又有車牌嘅喎，咁喺大陸其實考車係咪都好易咩？跟住我淨忍唔住，我同佢媽咪講啊：我而家我同你結婚啊，係咪啊？你同我講咁多嘢做乜啫？你一系咁啊，你都有个生命牌啊，你俾我啊，你话你想嫁俾我，跟住佢阿妈话我离经叛道，跟住同个女讲，系呢个人都系唔正经噶啦，吓又食烟又剩，哇屌那声，之前先同个女讲，哇食雪茄噶，应该咧家底都唔错噶，你睇下嗰啲食烟仔啊，呢、這个食雪茄噶，吓屌那声，我讲两句夹一夹佢老母咋，就咁样啦，即刻跟住又烟又仔又妈又出。跟住个女仔咧，佢俾佢拉走嘅时候，个女仔系唔开心嘅。跟住之后咧，个女仔咧系做咗一个咧，我谂佢呢世人真系都好离经叛道啊！佢摄咗张纸俾我，上面系佢个电话。之后我打电话问嗰个女仔，佢原来咧，佢每一次咧，佢就系佢妈咪啊，佢亲戚啊，带佢出去，喺隔篱帮佢物色啲人，每一次都系咁嘅。就是这么夸张咯，大肥哥，这个亲身经历嚟噶，系都系我都话啦。当你读得书多，你发展你嘅事业，咁你好多嘢就会疏忽噶啦，永远都系啦。你以为你其实佢呢个女人嘅条件一般上下噶，我亦都咁讲啦。睇下香港，闲闲地
一啲我哋唔會上當嘅嘢，屌你有冇打過電話都滾你一億幾千萬嘅，咁你問我啲人，喂個個大學教授嚟喎，係嘛？有好多係基金經理喎，係嘛？咁其實個社會咪咁咯，即係話好似你同我咁，即係呃你又難啦，咁呃我就容易啲嘅，咁但係都唔係咁容易咯。咁對於佢哋嚟講，就是一個封閉式咯，翻工放工，翻工放工，朋友唔多，翻到嚟個老母就掛住喺度睇抖音，啊抖音嘅就係無遠不界，就唔係淨係普通人睇嘅，啊我識得好多人睇小紅書，香港黐線嘅，六七十歲就望住小紅書，不停咁小紅書，其實呢個先就係真正狀況咯。喂，嗱，文俊卿，我就只能夠同你奉陪到呢度，我要開始我嘅工作啦。喂，咁啊，今日多谢晒大肥哥啦，好开心啊！咁啊，你每次嚟到咧，听众们都好开心。咁啊，先唔阻你做嘢，咁啊，有时间嘅多啲上嚟讲两句啦。咁啊，听众们好中意你嘅。咁啊，多谢晒。咁我哋下次翻嚟好嘛，大肥哥。拜拜，拜拜。今日嚟到呢個火之神啊，咁啊阿朗哥啊特登為我煮咗你嘅係咪叫台長嘅呢個牛扒咧？我台長西洋牛扒嗱，咁我要介紹下呢個即係菜式有咩特別之處啊！第一樣嘢單手可以食嘅，單手都可以食呢個咁滑嘅牛柳，嗯，西洋牛扒咧，跟住有邊有得嚟虎蝦啦。仲有啲味蛋咧，係牛奶啊，非常非常之滑，冇完全冇澱粉質嘅。咁咧就除咗呢個之外咧，仲有面豉湯啦。咁啲味菜咧真係需要非常非常之美味啊！咁大家嚟啦，跟住落嚟啊，一定要點啲味，台長西冷牛扒啊！多謝大家支持廣哥同埋支持梁錦祥風味室。同埋佢嘅節目，多謝大家。大家記得訂閱同埋支持司徒文俊頻道啊！